先生，这个钥匙都是客人自己拿着的，我开不了。啊。哎，兄弟，你看啊，你呢行个方便啊，你只要告诉我哪个是他的柜子，我自己来开。啊，这个。昨天我那手机你也收了不少钱吧？哎，新民总，放下你！啊，大哥别打我，大哥，大哥。李总，我那手机昨天谁拿的？大哥，这每天人来人往的那么多，我真不知道您手机。小抽是吧？哎，大哥，脑子还不好使，我帮你回忆回忆。哎，想起来了，大哥，想起来了。说，昨天您进去健身，然后来俩男的，非逼我说哪个是您的柜子，我指给他们，他们就拿铁丝捅开了。这人，哎，对，就是他，拿走您手机的人就是他。真是小儿孙子，大哥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大哥，这个健身房我还会来，我下次来的时候不希望再看见你。好，我今天就辞职，马上辞。装什么傻呀！小子，给你一忠告啊，以后不该挣的钱别瞎挣。就是个手机嘛，改明儿弟弟送你个新的啊！你以为那是普通的手机吗？那是什么呀？那是戴大头的手机，里面有骁龙想撞死咱俩的视频。怪不得呢，我就说嘛，连这种下三滥的招都使出来了。哎呀，天哥，咱索性啊，别跟他藏着掖着了，在刘总面前那把话挑明得了。挑明？咱们什么证据都没有，拿什么挑明？挑不明就动家伙呗，互怕互啊！公司现在正在查内鬼，现在弄这事儿，你不给成哥添乱吗？查内鬼，我看骁龙那小子就像个内鬼。怎么你也这么认为的？何止我呀，公司里好多兄弟早都看他不顺眼了。我们当时跟着刘董、成哥闹火拼的时候，骁龙那小子连毛都没长齐呢。哎，行了，这种牢骚话你底下撒撒就行了。骁龙要没两把刷子，怎么可能成为刘总的左右手啊？咱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淡定啊！蛋，还蛋炒饭呢？嘿，蛋炒饭。喂，刘总。秋天吧？对，我是。我刚才在外边忙点私事，正往回走呢。今晚在兰心会所，我要见几个客人。结束以后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啊，好，你在会所等我。哎，没事儿。黑蛋炒饭，炒饭，炒。进。龙哥，找着了。什么了？那个能查手机号码的人，靠谱吗？靠谱。这个人啊，叫童俊，是电信局的工程师。
别看他年纪不大，管理着江州通信机房的后台设备，只要跟通信有关系他都熟，而且他是个电脑高手，黑客能干的事他都能干。有意思。那这个人好使唤吗？好使，你放心。你怎么这么确定啊？他是咱这儿的常客，好那口。哼，好。假日酒店的人都敢欺负，是他去勾引我的。放屁，那是我们嫂子。仙人跳是吧？行，算我认栽了。我身上就2000块钱，多给你们。东哥，你拿我们假日酒店当什么了？你们认识我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认识一下你这个常客，然后呢，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追踪一个手机号码。不行。什么不行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辉，这么没礼貌呢？既然你不肯帮，那你可以走了。莫名其妙。明天我就到公安去告你们去。你等等，你这么说倒提醒我了，阿辉，这持有毒品罪怎么说来着？持有毒品20克以上、100克以下的，处3年以下徒刑；超过100克的，处7年以上徒刑。真是严刑峻法呀，童工，光是这个月，你在假日酒店毒贩手里买的毒品不低于50克吧？我们如果把你买毒跟你溜冰的监控录像交给警察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你们，童工，这回你愿意帮我了吗？好吧，什么号码？追踪手机位置有2种方式。一种是通过 GPS 全球定位系统进行追踪，但这需要手机的主人主动把它的信号位置发送到定位后台。还有一种就是利用电信运营商的系统，利用基站测算手机距离，然后定位。我可以帮你们的就是第二种方法，不但机主不会察觉，而且在基站范围覆盖足够的地方，我们还可以把目标的锁定范围精准到50到100米以内。明天我就回单位帮你们查，但是我有个前提，就是装有这个手机号码的手机必须得开着，如果关机，我是查不到的。那就麻烦童工了。不过我的意思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能不能现在就回单位帮我们查呢？这么着急？现在都这么晚了，龙哥。阿辉，这些都是给你的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还可以再给你。谢谢龙哥，那
那我现在就回去帮你查。你等一下，名片给我。这上面有我的电话，如果一会儿你查到手机的位置，马上通知我。我不知道你们查这个手机号码到底是干什么，但是我有一点，你们千万不能卖了我。如果这件事让单位知道的话，我是会被开除的。我们单位有规定，绝不允许我们私下查这种未授权的手机号码信息。你放心吧，这点我明白。谢谢龙哥。喂，龙哥，他在哪儿？目标的位置在曲家街和万家路街交口的附近。能再精确点吗？不行，精度没那么高。走，去看看。金队，那个健身中心我已经查过了，从法人、业务往来，再到他们的财务总监，没有任何的迹象证明他们跟刘东集团有关。那这么说，他们交易的地点是随机选择的？应该是。越是随机选择的地点越隐蔽，看来这个健身中心是查不出什么东西了。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总不能守株待兔，等着乔文再出现吧？现在局里同意咱们的想法，暂不搞大规模的专项行动，但是那30公斤冰毒绝不能流出江州。怎么实施？您说吧。这样，咱们先结合江州的水陆空交通状况，搞一个堵截方案，然后报到局里，让各部门配合咱们实施。明白。龙啊，就这一片。喂，童军，我到这附近了，目标在哪儿？还在那个位置附近，没有变化。好，我在这等着，你随时和我联系。信号就在这附近，你们给我精神点。龙啊，你放心吧，他们这次跑不了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路神仙，这没准儿一会儿秋天还得过来呢。重点区就在这儿，好，这大概的方案就这样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大头，你回头把咱们这个方案形成文字报到局里，啊，给相关部门发下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弄。何丹，你回头把咱们这个堵截方案的重点区域告诉给秋天，让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进入这个区域，以免刘东对他产生怀疑。明白。你回去休息吧。金队。还是你先回吧，这两天我们家在装修房子，味儿特别大，今儿晚上我就在这儿凑合一晚上了。咱们这儿条件可艰苦啊。这儿挺好的，比起我在合川分局实习的事儿，这儿好多了。行，那我就不管你了啊。嗯。喂，东哥，你在哪儿？啊，我和阿辉、阿杰在外面办事呢。你现在就回蓝心会所，张成、秋天他们都在，就等你来了。秋天？那有事吗？回来你就知道了。好，马上回去。回蓝心会所。龙哥，这不听了。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吗？东哥让回去能不回去吗？再说现在有这个手机信号在，
早晚能抓到他。走。刘董，怎么？刘总，程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查内鬼，没想到还真让我查着一个。吃里扒外的东西。警察的人，还没审呢，那还等什么呀？磊子，挂天条上，不怕他不开口。都别这么冲动，咱们是正规公司，做事呢要讲究章法。您的意思？等肖龙来了以后，三堂会审。这么晚找我来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啊？橙子，你给肖龙说说。这小子倒卖蓝星会所客户的重要信息，还把我和秋天的行踪24小时不间断的往外发，王八蛋！程哥治家有方，一直是我们的榜样。你的手下不会办这种事儿吧？我的手下。哼，都是公司的人，公司的事儿，用不着分什么你的我的啊。今天叫你们来，就是想让你们把事情说清楚了，以儆效尤。说，谁指使你干的？张总问你话呢，还不快说！我告诉你，要敢胡说八道，小心你的命啊！没谁派我来，我就是手头紧，想倒腾两钱花。铁弟，听见没有？咱们俩的吃喝拉撒现在能换钱花了。是谁指使你监视我和张总的？没谁，没谁。我就是闲着无聊，瞎发着玩的。想玩是不是？好，今天我就陪你玩个够。成子，不用发这么大火气啊，不用你动手。既然是嘴上的毛病，那就从嘴上下手吧。张嘴，张嘴，张嘴！啊啊啊！这我听人说，这拔牙不用麻药是一件很爽的事情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再拔一颗呀？我说，都是肖总让我干的，是不是活腻了你？干！你要干什么？东哥在这儿，你就敢杀人灭口？你们都给我放下！
今天给他买张火车票，让他马上滚出江州。赵雷，在，你们把他带走吧。明白。看什么看？走啊！肖龙，那你说说吧。人是我找来的不假，但他不是内鬼，只是帮我查内鬼的助手。人赃俱获，你还想狡辩？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嘛。东哥，我就是觉得，自从秋天来公司以后，很多地方都不对了。我想查清楚。肖总，我哪方面做的不好？你明说呀。你不是不好，你是太好了。我发现你有一种未卜先知的本事，每次警察来之前，你都能提前知道，而且化险为夷。我还是不明白。我觉得你是内鬼。小龙，秋天是我兄弟，他是给我做事儿的，调查他轮不着你，明白吗？你这样，要是肖总和刘总不相信我，我现在就可以辞职。这说话呢，不能意气用事啊。不过肖龙啊，我觉得这次是你的不对。东哥，我是真心为公司着想。你不要再多说了啊！你呢，给橙子和秋天道个歉。怎么，还用我教你吗？橙哥，秋天得罪了。就这么一句话，他清楚了吧？行了，橙子，你也不要得理不让人，啊！今天这事儿呢，就算过去了。这事儿以后谁也不准再提起。大家和气才能生财嘛，啊！好了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们都回去休息吧。啊，秋天，你留一下。陈哥，你有意思了，用不用明天我把你安排在我身边的人给你揪出来？找得着你就找，我奉陪。你我本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何苦啊？那你就别把手伸那么长。我告诉你，我张成就这脾气。钱、地盘、女人，多点少点无所谓，但是有一条，我的人不能动，知道吗？你真是执迷不悟啊！这秋天绝对有问题，你就等着自食其果吧。秋天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为了这么点小事，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吗？知道。你是在为我争脸提气。明白我的苦心就好啊。肖龙呢，读过几天书，心高气傲，事事都想拔尖。其他兄弟都是道上出身，自然争不过他。但是他就是拿你没什么办法，所以呢，老是为难你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没有没有，我从来就没动过跟他争高低的念头。今天敲打他一回，他下次再闹也要掂量一下了。谢谢刘总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跟李菲菲接一下头。明天？东南亚那边来人了？具体的细节，他会告诉你的。明天上午10点，静心茶楼。
他在那儿等你。好，那行了，你去吧。您早点休息。成哥，今天是真解气，来碰一个。来。哎呀，成哥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说肖龙那小白脸儿，刘总到底看着他哪点儿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嗯，我跟东哥早期是靠打架绑票勒大脖子起的家，嗯，这发了之后啊，才盖了这假日酒店，嗯，从此东哥从黑道转成白道，但是咱说实话呀，这一转成白道啊，我们这些大老粗啊，还真是使不上劲了。正好就这个时候，嗯，肖龙给人做假账，出事儿了，东哥替他摆平了。东哥觉得这小子挺机灵，就让他跟着我们混。这混着混着呀，这小子就成了东哥身边的红人了。妈的，好就这样？那这小子也走了狗屎运了吧？嗯，哟，喝上了，天哥。来，你来的正好，来一块喝。来来来，别给我倒了，一会儿我还开车呢。成哥，今天晚上怎么回事？这保安怎么找着的？我早就发现这小子不对劲了，一直懒得搭理他。今天又给肖龙通风报信，被我逮了个正着。哎，正好给你报仇。报仇？怎么回事，磊子？你别看我呀，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天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肖龙这小子就是太下作了，反正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。小弟，今儿也不是完全为了你，我早就想收拾这小子了。不是成哥，哎，其实真没这必要。你看这事出了，刘总怎么处理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吗？我为我兄弟挨这五十大板，我乐意。哎，你们俩，我这为你们今儿出头，以后你们得给我争口气啊。成哥，您放心，往后文有我天哥，武有我磊子，您就等着扬眉吐气吧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什么也不说了。哎，来，来，咱们喝一杯。来来来，哎，喝一杯吧，倒上。谁发信息呢？游戏。哎，你今儿这身儿怎么样？哎，我刚买的运动鞋，好多年没穿运动鞋了，可舒服了。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穿嫩还行啊，本来也不老啊。那是。哎，刘总让我来跟你接头，东南亚那边有消息了。哎呀，您能不能别整天东南亚东南亚的？咱俩能不能聊点别的呀？我有女朋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不在乎。好看，我走了。你等等，我看你是真的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吧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你刚才许什么愿了？这哪能告诉你啊？告诉你就不灵了。说说吧。
你好像还欠我一个承诺吧？咱俩毕业以后啊，挣好多好多的钱，买一个大房子。这就是你许的愿啊？不行啊。好吧，以后你过生日，我去买肉买菜，亲自下厨，给你做生日宴。我兑现，暂时以朋友的身份。行，那你今天就听我的了，走。东哥，有新消息吗？龙哥，目标组晚到现在一直没有动。那就是说，拿手机的人一直在那儿没动是吧？龙哥，既然手机的主人在欣然家园里逗留了整晚都没有动，就说明手机的主人住在这个小区里面。你不认识啊？哎，这个挺好的，给你煎着吃。哎，这有卖油条的。咱们两个人吃饭。哎呀，明天早上当早饭呀。这个也不错哎，这个特别有营养。哎，咱们去这边看看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啊，不错啊。买点什么呀？看着好新鲜。哎，给我来两块这个。好，再来两块这个。好，买的太多了吧？先生，请拿好。先生，你太太真能干，而且还漂亮。这不是我太太，我是他爱人。拜拜。谢谢啊。再见。龙哥，听兄弟们说，刘总对咱们查秋天的事儿有点不太高兴，所以咱们没有退路了。与其让张成看笑话，还不如咬牙坚持到底，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龙啊，咱就这么等着能找着人吗？童俊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你在跟踪那个手机信号的同时也跟踪我的手机，一会儿我拿着手机向不同的方向走，这样你根据两个手机的信号来判断位置，我们就能不断的缩小范围，最后找到他，你看行不行？龙哥，您可能不太懂我的意思，我这里的跟踪全都是静态跟踪，您要是拿着手机动来动去的话，我是追踪不到的。那这样呢，我往一个方向走，隔一段时间我就停下来，然后你再跟踪两个手机。哎，龙哥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您等一下啊，我现在就把您的手机号输入进去，您稍等。龙啊，你在公司能到这个位置，真不是白混的，我就想不到这种办法，你太厉害了，龙哥。下车，啊。哎，乔文那边到底什么情况？一切正常啊，东南亚那边对货很满意，可能很快就要交易了吧。你现在呀就安安稳稳做你的生意，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操心了，因为刘东那边很快就有办法能查出内鬼。为什么呀？他想到办法了呗。秋天。哎，梅子姐，好巧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李菲菲，中兴医院的主任。这是梅子姐，刘总的得力助手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长得好漂亮啊。谢谢，你长得也很好看啊。谢谢。
我们是老同学，正好今天碰上了。哦，那是老同学，是应该聚聚了。怎么样，最近身体还好吗？还算你有良心，我呀都好久没上班了，刚回去上。啊，你看我最近也忙，我一有空我去看你。行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哎，那你们俩忙啊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好。你们不认识？不认识，我只和交易有关的人接触，连张成和肖龙我都不认识。所以啊，以后你的嘴必须要严实一点。这你大可放心。对了，你对这个梅子姐倒是挺关心的嘛。上次乔文来谈交易，拿了很多毒品来为难我，让我吸，幸亏这梅子替我挡了一刀，要不我命都没了。这么说，你还是很招女人喜欢的啊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回去准备，我去那边买个蛋糕。快去快回啊。嗯。童俊，我现在下车了，我现在往这个方向走，每隔五分钟我停下一次，你跟踪两个手机号码。好的，龙哥，你走吧，只要你停下来，我就测一次。哎，大哥，看一下吧，大哥。哎，兄弟，哎，这样呗，你去歇着，这些我帮你发。啊？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机灵点儿。若楠，今天没什么事儿，回去休息吧。如果回家不方便，就到局里宿舍休息。啊，还有，那边来电话跟我联系啊。金队，你去医院看孩子吧，这儿我盯着就行了。孩子都住院好几天了，你总得去看看吧。金队，咱俩顺路一起走吧。走。喂，童俊，现在方向怎么样？龙哥，方向不对，你离目标的位置越来越远了。那小宝现在身体好点了吗？我们家小宝啊，刚生下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这些年他妈带着他寻医问药的，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，这两天又有点恶化。那赶快带他去北京、上海的大医院看看呀。过两天让他妈带着去吧。你也得去。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千头万绪的，我走得开吗？金队，那这样的话，你作为父亲就很不称职啊。若楠，一个是国家的事，这是大家；一个是我们家的事，是小家。放你，你顾哪个？你说，我现在能甩手不管吗？若楠，自打我穿上这身警服开始，我觉得我欠家里的人太多了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作为一个丈夫，我这辈子恐怕都不及格了。作为专案组的组长，我不想再交白卷了。肖龙，这怎么办？他来这儿绝不是偶然的，先回屋。喂，同学，现在方向怎么样？您现在的位置是对的，您离目标的位置越来越近了。对了，秦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蛟龙来了，就在大门外边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不跟你说了，蛟龙就在门外。什么？
喂，童工，是这儿吗？龙哥，现在的位置非常正确，你跟目标已经重合了。啊。这个人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他，拿走您手机的人，就是他。立刻打我单线手机，急需配合。小曼，您好，喂，秋天哥，你都好几天没有过来陪我了。什么时候过来？你是不是外面有其他女人了？行，那就老地方见，不见不散。好嘞，拜。你们找谁啊？